南投县是农业大县，不过其实伫咧南投市南港工业区内底，创了真侪厉害的外销工厂。参照是有一间专门制造纸片、糖泥啊、甲壁纸等等居家装饰的产品，伊专门咧外销世界各国，会当讲是另外一种的世界冠军。在台湾，窗帘是一种遮光、遮阳的产品，在国外。它是一个装饰品。用纸编织做成窗帘，大约有30年的企业，就位于南港工业区内底。业者当正中表示，因使用玻璃的机械用纸来加工，做成窗帘、壁纸等家居装饰的产品，专门外销到世界各国。在欧美，他们希望有阳光，感觉上，室内如果有阳光的话。会觉得有它的气氛的存在。那这个产品呢，当然我们也有用印刷的方式，印刷大地的图腾，像树叶啦，还有我们一些自然的图腾我们有很多代理商这个都使用在我们世界上各地的豪宅。当正中指出，早期纸片产品拢是咧做蜡烛、挂图等等。不过，因应国外人客对环保商品的需求，公司进一步研发纸糖泥啊等家居用品。近年来嘛，陆续接到世界各大厂牌大工生产订单。那我们最主要用的材质是在地普里的机械用纸，然后经过我们厂内的加工分条、编织、浸糊、组装。然后销售到全世界各地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壁纸上面能够结合我们家里面的装修来做贴合的壁纸。纸片的家居用品虽然使用的寿命较短，不过是较环保。业者表示会持续求进步，透过国际贸易销售产品，成为台湾的公营。记者陈信长报道。